大家好，我是俊杰，我叫阿涵，我是阿宽，我是大欣，我是一家，我是阿宏。台语是我甲这块土地相连的财团，嘛是我逐天拢想要讲的语言。因为那是阮阿妈甲阮阿母在讲的话。用台语拌烂，让我实在做侪朋友诶。甲人用台语开讲，了解台湾的文化。台语对我来讲，唔那是一种交流的方式，嘛让我的世界变加更加宽面。即卖台语对我来讲，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啦。我想要找出在台湾农村里面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对因台语体验，收成一支竿，台语白土豆，不是你，不是安尼，安尼，这阿个过来，偏开。乡村是想法，收成的。